我们一家访问人。土豆的话，其实我们大陆叫马铃薯，就所以我在这边讲的是你们这边起司马铃薯，我很喜欢，我一直就说，哎，我今天要吃起司土豆，然后我们同学都笑我，我们土豆条，就肯德基里面土豆 土豆条，你们叫马铃薯条吗？土豆条好酷哦！对对对对，我同学就是刚入学的时候，他就问我说，哎，那你们大陆麦当劳就麦当劳吗？然后说对啊，他说，哎，不是叫牡丹楼吗？牡丹楼？对啊，就很夸张，好古色古香哦。